我即马为今日开始对咱个称呼爱改变，咱已经变做众将官。大家高早，大家好。想叫叫做众将官，因为你高级班结业，高级班结业以后，你可以正式担任台湾民政府的官员。台湾民政府想来训练这个四千个，这是因为两千空哎，即2006年，咱控股美国，控股美国以后，2009年四月初七，高等法院宣判，讲你台湾人，你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迄当阵呐，咱台湾民众的所谓干部听到这个代志吼，拢错一个，咱无国籍，啊，无咱过去69年的国籍是什么物件？第二个判决更加惊人，伊讲哦，台湾人到今日为止无政府，咱无政府呢，所以中华民国不是咱的政府啊。第三点，有的人看无，伊讲哦，台湾人要阁生活伫政治炼狱、政治的炼狱，敢若是生活伫政治的地狱共款啊。像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人啊，就是讲政治上啊，咱所有的人，这个面皮啊，拢去哦中华民国打一个标签呐，打一个假的面具啦。这个假面具顶完啥啥，我是中华民国的人。咱本地是台湾人，但是去哦打一个标签啊，所以在路的行的时阵，你所看到的本来是台湾人，但是实际上，在国际上感觉讲，咱是中华民国，咱是中国人，所以别怪讲，咱每一人去全世界旅行的时阵，摕迄本的护照去的时阵啊，人拢特别甲咱看待。以前，尤其是以前啊，去东南亚、去欧洲，那摕迄本中华民国的护照啊，要经过迄个门的时阵啊，拢讲你要摆另外一边，啊，就哈，大家人拢过去啊。台湾人才有通排到你，啊！这排到你，你不一定会过呢。迄本护照伊不爱甲你电影啊，啊！导游就甲你叫去边啊。来，咱大概伫这个护照的内底吼，佮弄个夹一个50块哈，50块啥美金？我相信有真侪人有这个经验啦，因为全世界拢无承认中华民国啊，不承认中华民国啊，因为中华民国没有那个东西啊。佮顶个月。不是顶个月，这个月啊，应该算顶个月到的。联合国的秘书处宣布，我们联合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护照。迄当阵就真侪拢惊着，伊个少年啊，迄个少年的查某囡啊，伊才惊觉到讲，这79年、这70年在台湾生活，竟然唔知国际的代志。去到国外，去用拒绝这个护照，才知影讲，咱不是中华民国的人。但是联合国佫足趣味，佫宣布一个啥？你若摕台湾政府发行的身份证就可以来。啊，你找几波？台湾当时有发一个台湾政府，有啊，敢那一个人，台湾民政府发行台湾政府，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就是咱。咱台湾民政府发行的身份证是啥？啊，你也看迄个台湾民政府迄个 ID， 小邓，这张身份证不是咱做的，我阁讲一摆，这张身份证不是我们台湾民政府自己印的。上个重要你也看，台湾 government， 台湾政府，这不是咱印的呢。不是咱家己伫台北，还是伫桃园印的呢 ？No， 这份是美国的国安局特别设公司替两个国家印，一个叫做科威特，您知啦吼，啊，一个叫做啥？咱台湾。多开始伫印的时阵啊，台湾人头壳戆戆，搞不清楚。咱
一年的里面，2011年开始，一年的里面几分申请，你要约看看吗？1000分。一年来这1000的人，台湾人申请这个心情，啊，美国说，这样不行，我要将这个公司 shut down， 就是说这间公司要关掉了。像这间公司要关掉，他们派高的人换这间公司，除了科威特的两个月里面200-300万份印了了，啊，我们是啊，人干那遐请遐员工，甲你做这个啊，这个身份证唔是清清菜菜身份证呢？这份身份证哦，咱有一个东西嘛，为美国登啊，哎，干那今日有来款，伫台南州的，伊登啊受训了，登去美国，登去美国吼，伊经过海关，美国的海关的时候哦，摕这张身份证，甲问遐个海关，这一张身份证可不可以用？那当然，面对面的挑战了、美国的新闻，海关一个看，他说这张身份证我们知道，我们也看过。啊，他拿那个身份证哦，他烫好看，放在他的那个红外线。哦，这张身份证，用的时候这张身份证会浮起来，浮一张那个蓝色，这有加密在这啦，就是有那个，就是。防伪的作用，哎，浮起来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你不要看这个呢，这不是清菜人，我都这不是听个印模糊安尼呢，这是有高科技的物件呢。啊，伊讲来你也看，啊，伊遐落去看，哦，顶管铺几层那些，伊讲这个是可以用的，而且如果你没有护照的时候，这一份就可以用，所以摕这份入去。联合国去参观，有一摆，咱的东西嘛，去美国旅行，差不多四五十个去美国。去美国的时阵，经过海关的时阵吼，咱的同事吼，伊嘛是要试看卖啊，看讲这是有效无，还是甲咱骗的啥？这张护照甲放在伊迄护照的顶端，海关一个拍开，一个看了这张。他说你不用排队，再给他印在旁边过去。啊，去那个团哦，30-40个人哦，足奇怪嘞，甲伊问讲，啊，你欧巴桑，啊，不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敢 CIA？ 你讲我唔知道，但是我有这张啊，这张重点你对一只。USMG 英语叫啥 ？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美国军政府 ，TCD 的台湾民政府。那阵真是真是假啊！我跟你讲，免够惊，2011年哦，我都去哦 AIT 给他掠去死啊！恁听有无？所以这张不是刚安尼尔，我讲告诉我你听。咱有一摆去美国开记者会。30几个，啊，分作两团，夫人含17个的团啊，因为爱转机啦，敢那伫迄个，伫什么所在？伫迄个底特律吗？哦，在底特律转机啦，转机嘛吼、哦。哇，一个内讲要求我排队排足长的啦，啊，但是后壁迄班飞机要接吼，接袂到啦，夫人转去甲头前。海关甲讲，你摕这张我看，因为我是台湾民进会官员，要来美国开记者会。啊，伊甲问讲，哦，伊讲伊要要求吼，行迄个公务门呐、啊。啊，等下啦，你袂整去拍波还是你创啥？我错一条咧。伊讲伊要求讲，我要走公务门啊。你知道海关安怎讲啊？哦，你有几个？有没有几个？就只有那边几个。你排队排就坐后边嘛。啊，夫人，伊讲 OK， 恁遐人哦，弄个出来遮。夫人遮甲遐人叫，17个叫，啪一，大家拢遐看。啊，这17个什么时候？这17个拢穿黑色的西装。那你这又是黑色的西装嘛？
拢干内裤带，对不对？很好看。这十七个用公务门过去，拢无检查。这个代志，你甲咱讲一个代志，就是美国已经开始注重台湾民政府要将政权要搞平安了，但咱台湾戆腿还阁足侪。哎，你唔通笑，你嘛是诶，你还袂来疫情，你敢会相信这個？噶即马嘛足侪人还阁唔相信啊，对不对？这份干啦，唔是讲干啦，美国会当通用尔呢？去日本，咱八月十五去日本祭拜迄靖国神社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回来，啊无伫迄个机场吼，伫机场的时阵，大家拢有存一挂日币嘛，想讲要甲换台币嘛。啊，毋着啊！迄、那个护照去，要摕去迄个叫做航空公司嘛。啊，伊先走去银行，甲银行讲哦，啊，我一挂日币想要换，可不可以？伊讲可以，但你要有证件啊。啊，证件要写啥？蒙古包摕中华民国身份证。日本的银行换了中华民国身份证，这个是不行 ，no。这个我们不承认，这假呀！你家己印的呀。哎呦啊！还有一张，摕这张起来。这张摕的时阵，银行坐伫上后边拢是较大的嘛。他摕来，啊、本婆啊，并啊将这张改下核对，他讲 OK， 对方这张下趟可以换钱啦。唔是换钱啦。哇，这张来当换钱，咱冇事啊咱。这张吼会使你做换钱的迄个证明用啦。不是跟阿那俩去澳洲，拢会用的；去关岛嘛会用的。后来去关岛，迄张，迄嘛是咱的那个中心哦，少年啊。去关岛哈，嘛是因为关岛伊无用护照，伊用这张，伊摕这张给伊看的时阵，甲问关岛的迄、那个关岛恁在哪？关，讲啊我敢有这张会使无？伊看了 ，OK。他低音啊，你看，我跟你讲吼，咱台湾人实在已经戆69年啦，一直都唔知影咱的身份，一直讲咱是中国人。我再强调一摆，我们真的不是中国人啊，咱真正不是中国人啊。那要讲中国人，是你家己去认为讲你是中国人，所以第三条迄个政治链底下。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啊，到即摆还阁投票。你明明就是台湾人，但是你选啥？选中华民国的总统、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。啊，这政治人物嘛，很奸诈。安那奸诈？对你讲的时阵哦，台湾人都要等我台湾人。其实你台湾人是去放大一个标签，讲中华民国的人。咱去选中华民国总统，你选什么意思？西藏流亡政府伫印度达兰萨拉，西藏的流亡政府嘛，是选迄个西藏的总理呢？啊，印度人有去甲当票啊？无啊！干那你台湾人去当中华民国总统？啊，这是什么人？什么原因？有钱啊！李登辉长出来讲一句话。伊讲洪秀柱未退选呐，伊是为了迄个30块啦。老老早早，咱伫遮已经讲几下摆啊。啊，你李登辉来无较早讲诶？啊，30块是上色诶，李登辉色诶。所以我甲你讲啊，台湾足侪政治人物哦，讲较歹听，种足垃圾鬼诶。伊甲你好诶时阵吼，拢甲你骗。恁等哦，等好我哦，恁若无等好，要等啊，啥物人要等啊？国民党哦。其实民进党跟国民党是一模一样，国民党叫做中国国民党，民进党是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啊，啊，这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叫做中华民国啊，啊，中华民国的简称叫做中国啊，三个州是叫做中国。咱你讲的话，敢有我别讲无啊？但是因为中华民国一直防止
台湾民政府变起来，一直歪伫媒体顶端，互咱讲话余地。啊，那伫媒体要讲的时阵，拢讲你的歹话。五月初三，《苹果日报》用第二版全版规版，《苹果日报》咱听人讲，这些真负责任的报社。伊嘛走来上课，无甲咱讲哦，要顶辈报纸以前哦，走来上课，伊的位置在一个那边，两个，啊上课拢甲你翕相哦，啊等于来写，咱听人讲，伊写的内容拢总正确，只不过是伊的编辑啦，迄个编辑，编辑啊，甲你下标的时阵啊，乌白甲你下标，乌白下什么标？讲台湾民政府腐就是好。府四万人，那种四万人申请身份证嘛？阿哥讲，那个报纸有没有？但是我靠，伊讲哦，迄记者甲我讲哦，伊讲吼，这是《苹果日报》，伊甲我讲啥呢？伊讲吼，伊袂当伫这个报纸顶端拢总讲咱的好话，啊，若拢总讲咱的好话吼，伊就咱爱付迄个广告费，啊，所以。因报社讲吼，一定爱讲歹，一寡歹，安尼才会当甲咱报。足趣味就是，你甲看这个报纸内底啊，重点是这样、哦，伊讲部队拥有部队，竟称美国认可。这部队是啥？那个黑熊。下个礼拜我们黑熊要在这里训练。啊，这个有关新闻简足趣味哦。一下安尼哦，你伫看，足趣味啊！会晓看报纸的看有，啊袂晓看报纸的看无。遮一下，伊讲 A I T 啊，讲怎么会有人相信？唔是 A I T 啦，来这字较大，互因看一下。啊，然后，伊讲吼，伊讲 A I T 的警卫，等下你对，下面，等，好。伊讲吼，持美国在台协会，但签证办理处即被阻止，出示台湾民政站。也是伊讲吼，除了警卫不理会 ，A I T 的警卫什么人？美国人吗？唔是呢。警卫就是因请的中华民国是台湾人呢，他竟然可以代表 AIT 讲话，上界重要伫遮，来后壁，等下看一下好，好来，这个看报纸都要看这个啦，一下吼，苹果昨天致电 AIT， 但截至截稿前啊，均没有获得回应。这个才是 AIT 的反应啊，所以你知影 AIT 为什么不回应？你这是真的嘛？伊要回应啥？你家己去试看卖啊！你去日本、去美国、去 Australia、去澳洲去试嘛。所以我会当甲咱各位讲，咱的身份证是千真万确，绝对可以使用，而且是真的。咱即摆发行如来。数字愈来愈多，即马两礼拜平均都有一千个，啊，这一千个吼，摕着这份的人，伫法律上叫做真正的本土台湾人。你若无摕这份的人，咱十一月过年的时阵，要要求中华民国赔偿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会怎甲你讲？你变啊证明你是台湾人？你若无这张啦，你要哪证明？你要申请这张的时阵，你要摕户籍成本呢，对吧？啊，户籍成本，迄不是中华民国户籍成本，迄是日本人日本时代已经作为一个制度呢。全世界有户籍成本这种制度的国家，日本甲台湾俩。美国人要申请护照，要去对申请，你唔知？邮局。美国人申请护照是要在邮局申请，
啊，咱台湾甲日本有一个户籍成本，这是日本帝国的时阵啊，因用的这个方法来确定讲你的身份。啊，所以你也感觉真趣味哈。实际上，日本人真正伫咱台湾用足侪心血的。啊，但今嘛为止，日本人嘛他看看戆戆，啊是为对来。咱伫咱这个所在上课，有几啊摆日本拢派人来上课。日本也有记者，也有这个也做律师来上课，常常的讨论了，互相来讨论了，伊发现讲吼，阮日本人吼错误的一点在哪里？相当日本讲伊台湾，伊跩点点唔敢讲，因为伫8月15号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。因为我日本天皇要遵守波茨坦宣言，宣言两字是叫做 declaration 是啥？一种的主张，战争迄当中的主张啊，主张如果没有被实现，都未签 treaty， 未签条约啊，那没有被实现的时候，主张就没有用嘛。我主张讲，我那明仔就大家乐。我要买这个做总统府，那是一种主张啊，主张主张不一定会实现，但那前面的 treaty 都要签下去，啊，就是一定要实现，这是国际法。所以，咱台湾民政府是完全照国际法成立的一个组织，是政府哦。啊，即嘛中华民国无爱乎咱台湾人。知影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一直吼、哦，一直推，一直杀。但是到今日你啊看，伊个内政部、中华民国内政部嘛出一张公文，哎、欸，这张公文足趣味个。啥闹？迄张公文就是内政，迄、那个有人去内政部甲检举，佮奇怪，你中华民国是已经无政府啊了，啊，这台湾民政府竟然伫中华民国境内会当成立？你乃不爱个处置，啊，是不是叛乱组织的违法组织？内政部出电话公文，写，伊头壳听嘛，伊安那讲，伊讲台湾民政府唔是非法的组织，你听我意思吧？不是非法组织，但是伊无甲你讲是合法组织啊。阿妈，因为台湾民政府没有向中华民国登记。咱无向中华民国，照道理来讲，法律上来应该是中华民国爱向台湾民政府登记，是伊爱登记呢，唔是咱个登记呢，是爱个咱登记才对呢。安、啊、尼听有无？啊，所以这经过，因为咱发现这个事实，法律上的事实，咱甲美国清楚，所以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就是被占领地区。的老百姓，咱拢是老百姓嘛？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，自己咱家己要弄一个组织，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civil government 就是民间的政府、平民政府啦。这就跟迄琉球同款。琉球伫1945年4月初1，美军2000几架的军舰，甲这个飞机去甲轰炸琉球。甲占领琉球，为迄天开始，军政府伫遐成立，当时嘛是成立叫做琉球民政府。啊，伫琉球拢总为八粒大岛，迄当阵拄啊开始，伊一粒岛成立一个民政府，一直到1952年，诶，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后，伊才将这个八个民政府合并，叫做琉球民政府。啊，咱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嘛有成立民政府哦，伊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伊嘛有成立军政府哦，叫做台湾中国警备警总的警备总司令部，啊，简称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迄是军政府啦。所以中华民国还没讲，美国拢甲看掉的，你嘛爱叫。渐渐快去做，你要有民政府，要有
军政府。台湾警备总部罗贝亚延伸，本来是讲有开，迄个李登辉的时阵讲要开将警备总部要甲消灭，要甲消，诶，撤掉，会使哩无？未使。美国讲未当撤掉，啊，未当撤掉，即马变成啥？海巡署是安尼来啊？啊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伫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啊，美国出声。二二八，中华民国跟美国来讲，他们不服从统，这里啊，就我们的占领，所以造反，从台湾造反。一方面跟咱台湾讲，台湾人是中国人，啊，一方面跟美国讲，啊，台湾人拢造反，所以伊嘛讲一句话，蒋介石，用这一些台湾人都是日本人，我们可不可以用船把它运到日本去？伊真正迄个啊，就机密档案有啊，600万人，伊想要将这些人拢总用船，甲载去日本。什么人往里走呢？苏联，苏联北方四岛，13000名的日本人啊，北方四岛啊，伊用船拢总甲载去，再等于日本。啊，然后才宣布讲北方四岛是无人岛。啊，无人岛，那照国际法来讲，什么人先占，什么人先宣布，时间到就是伊的。苏联哦，伊嘛是捌国际法啦，啊，即嘛大家拢伫算国际法，较巧的会晓，啊，若较戆的就未晓，上中国就未晓。苏联的镜报，镜子的镜，镜报的记者，3年前来拜访我两个。伊讲哦，听讲你有研究这个国际法，啊，我想要跟你请教。迄政报的记者，哦，我嘛甲邀请，互伊含李登辉见面啊。迄记录拢伫我遐拢还阁有咧。啊，李登辉有含伊见面，啊了，因即苏联的这两个政报的记者，听我讲这政情话，惊一跳。伊讲哎。我叫我英语啊，叫 Roger， 我们跟你商量，普丁啊，也是总统，普丁说要邀请你去苏联，你要在那边多久都可以，都免钱的，啊，但别给你拜托一点，这进前话拜托你唔通教日本教，叫我卖教日本，我阿不应该讲阿咩喏，所以因等于以后因虽宣布。中国黑龙江还有一个叫虾子岛，你捌听过无？虾子岛偌大，你知吗？伫迄个啊，做苏联加中国的交界，有一个岛，足大条的岛，迄、那个岛差不多比台湾差不多台湾才大。苏联回去了，马上发布，啊嘛对日本发布，伊讲安尼啦，这个虾子岛吼，把迄张江泽民去做。做中国的啊，做中立啦，江泽民，伊甲中江泽民讲，安尼啦，虾子岛吼，我挂一半行李啦，啊一半给我啦，安尼好唔好？结果推下面的江泽民讲好，因为虾子岛去予苏联占去以后，拢讨袂转来啊，伊讲很好啊，啊咱要行李一半，啊免战争，安尼好好好行，啊真正行李一半。退下面呢？中国的报纸写讲吼，伊为国争光啊，为国家讨回一半的领土。我讲迄真正退下面，迄是卖国贼啊！虾子岛是苏联给你占的国际法内底占领，不得移转主权呐、啊。应该未当改代，应该规个拢总摕得当来才对啦。日本，我就跟日本讲，伊苏联哪讲？伊用四列岛、北方四岛，我行你一半。离你较近的你的，啊，离你较远的，互我安尼好唔好？我甲日本一定甲讲，我不要同意，绝对不能同意，因为你若照战争法，早晚这四粒都爱行你，一定爱行日本，你袂当讲占，占领不移转主权。啊，所以话日本国讲一代，讲伊迄个13000的日本人啊，为北方四岛去刷去，即个东京迄几个啊，迄户口爱甲留咧。那是记录的，你可以到国际法庭，
啊，所以这个安倍去拜访普丁，拜访两拜，他这摆去把普丁拜访的时候，普丁甲讲：“你回去念书啦，北方四岛不是你的啦。”安倍他讲戆戆的，啊，就明明我的那个不是我的。他讲戆戆，等于日本想足久的，跟遐人讲啊，是安尼叫我等于读册，遐足无礼貌的呢，叫人总理等于读册。啊，跟李登辉同款，李登辉即马叫马英九讲你等于读册，就是讲钓鱼台，这等下再来讲。然后呢，安倍啊，这两三个月过去找迄个普丁，去找别普丁的时候，哎，普丁搁再一摆甲讲，你回去念书啦，甲你讲这不是你的，你也听无。啊，所以即马回来的时候，这摆就叫律师来找咱啊。去问迄个林博士，谁人讲北方四岛不是我的？我当然不是你的啊！啊，你上课拢讲北方四岛是我的，即马来讲不是。我讲你未记得一个代志，你的宪法去用改去啊！日本的宪法第四条甲第九条，麦克阿瑟甲修改，所以即马的日本已经是不一，跟大日本帝国不一样了，是等于两个国家了。哦，啊，所以伊这边伊就等于讲，我要修改宪法。我你看最近有啊，伊讲伊要修改宪法，修改宪法就是恢复大日本帝国原来明治宪法。啊，那恢复的时阵哦，迄个日本天皇就搁起来啊。我有甲安倍讲，我讲哦，我甲你讲，敢若有一个人会当去讨，啥物啊？你哪遐推啊？国际办案呢？台湾民政府啦，像台湾民政府会当去讨，因为。台湾民政府是实施明治宪法，即卖要阁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呢。即卖新日本政府已经宪法改变，唔是叫做大日本帝国的，咱是日本天皇的皇民，咱是属大日本帝国剩下的领土呢。我讲咱去国际法庭甲告就会使啊，但我问你过来啊。台湾不能到国际法庭控告，是安那？因为台湾不是国家。咱来要控告，要提出这个国际法庭的告诉的时候，咱一定要安那？甲日本政府联合。咱和日本政府呐联合，我们就能够在国际法庭提出告诉。所以以前的台独的人讲吼，啊，台湾当然要独立啦，啊，提出告诉就好啊啦。No。那就无研究宪政法了。国际法庭是联合国设立的，规定讲一定爱主权国家才可以在国际法庭提出控诉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啊，那就已经足明啊嘛。台湾的矛盾，台湾的一切拢足清楚呀嘛。所以咱一直在拍拼，在向头前行。就是要想我们台湾人了解我们台湾的地位，啊，咱要怎行？咱最近日本安倍和咱真好，伊开始讲安尼，您伫国际伫迄个啊，做美国的电话里的叩首，我日本安倍政府，我愿意帮你台湾民众出具证明。你拢点点的吼、哦。想要出具证明，我们要出什么证明？出具证明说，台湾人那当时是不得已去给中华民国通知的。1952年4月28日又签一个台北条约，就是日本和中华民国签的。那当时日本人有说，他说哦，将台湾人地的 D-E-D 就是视为用目睭看，视为暂时视为中华民国的国民。但是这个条约在1972年，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交的时阵，这个条约已经废弃啊。所以我跟你讲吼，咱台湾民众所有的法律、所有的法律，清清楚楚，每一条拢有。你新台湾论，拜托你去看麦啊！所以新台湾论即马法国人嘛，等于
翻译做法文。美国是更加免讲的，日本嘛是已经有翻出来。所以我也让跟你讲，我跟你很负责任的表示，以后全世界不止台湾，拢会用国际法、健全法来解决所有问题。所以咱台湾人，你敢坚持一点就好，坚持法律，台湾有一天就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，我不敢讲国家，叫做 state， 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一块土地。这个土地将来还要让我们台湾人民自己决定，是要去跟日本联合变成 Commonwealth 的邦联或者联邦，是咱台湾人自己决定。台湾人的国籍就简单，就是台湾两字而已，上面不会再加上日本，因为以前的大日本帝国虽然现在还在，我们要要求日本天皇放手让我们台湾人主体自己管自己。我们现在国际班在今天的报备结束，国际班结束以后会让我们大家人思考，你是不是要来替台湾民政府服务？当我们接掌政权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官让你去做，去思考。你当做中央的参众议员，中央的内阁，州的内阁，州的参议员，郡的内阁，郡的参议员，甚至于或者是黑熊。但黑熊有规定，四十岁以下才可以挑黑熊。黑熊是什么名啊？我们的禁卫队。禁卫队，我们没有拿枪的，等于是类似于政战的人员，关起来很主席的警察、国安局、调查局，含这个也做海巡署，那东西属于我们的黑熊部队所掌管的。当时十一月十五，咱在台北有一场10,000人的大游行，欢迎您结义啊，等于讲各州报道。十一月十五下午的2点，咱有一个游行。我今日就时间无够，我本来想讲迄游行啊，要互恁看卖啊。因为今麦干那看是小部分尔。咱本来有5,000个人的游行，咱的游行足有气质的，全世界拢甲咱学落。咱的游行无伫讲话，大家拢服装仪容整齐，牙齿啊，未讲话安尼尔尔。咱的这个表现和迄个芝麻米，就是海啸以后日本人的表现同款。但是我有发现一点啊，咱的黑色的西装即马真有名，即马和民进党拢开始啊呢。因团队拿出来嘛，拢穿黑的呢。我哎哎，安奈奈安奈。但是我是感觉讲，伊原来伫甲美国讲，伊甲咱民进，伊台湾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有迄个民呐，啊，那是台湾民政府嘛一个民呐。伊即卖甲美国讲，我们两个都是民，侬赶快，其实不一样。民进党是标榜中华民国，台湾民政府是真正人民所组成的政府。原来政府无遐。但是现在是由我们自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啊，再给你告美国，你美国是100%，不是99%，100%一定要承认这个政府，而且要将政权交还给台湾民政府。谢谢各位，就这样。